云姐，我跟你讲，这种看起来你会，我有问你吗？看来我们没得忽悠，忽悠，问我，问我，问我，好，这样忽悠你就是不知道你是谁。Who are you？ 哇，这个真的很烂，没有忽悠，超烂，忽悠听起来就很像，就很像中国用语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会不会太奇怪、太简单？所以我觉得你就想太多，你想太多，这样打打官司多赢啦，就是这样，我确定就是中国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拜托 ATM。